好粉，粉粉的。直播间里面没有，直播间里做不到，直播间里面搞了就搞了，搞了就违规了。宝宝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，更喜欢的狗狗可以分一个，跟上前面老板一起吃饭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末班车有没有小哥哥想要起飞的？想飞的，一个飞机哦，弟弟。小哥哥想飞的话，先养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提要求的宝贝儿，建议你直接来个飞机啊，白嫖就不要这么多要求。
直播间是一，但你想要二的话，直接送飞机。不要问主播可不可以，要不要，行不行，有没有，你说呢？飞机就可以了，谢谢谢周周，感谢周周小哥哥。宝贝儿，看到这个扣一的你那 baby 了吗？给他点个关注啊，找他说一句话，谢谢小哥哥。扣一的你那 baby，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嗯，通往新世界还有没有弟弟要一起的？没有弟弟的让我哥哥的哦。真的宝宝，嗯，末班车咱有大哥，直播间有大哥，建议你直接送火箭，送五个飞刺。如果有任何不放心好奇的哥哥，你可以先来一个飞刺，一个飞刺。嗯嗯，你喜欢我这种大姐姐良心主播的，就不要错过了。就是想看一下它是到底是相机卡住了，还是我电脑卡住了？
的监视器打给看一下。长相身材的宝贝儿，一个分支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发烧了的哥哥，发烧了叔叔，你就送飞机啊！别控制不住自己啊，把不住门啊！发烧了你就飞啊！控制不住自己的就飞呀、啊！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谢谢关注。你在干嘛？把你的麻子去掉。是不是啊？就是一个字啊，宝贝儿，你点进来不就是为了吗？点进来不就是为了那一哆嗦吗？小哥哥，想要飞的宝贝直接来飞机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有条件的大哥可以送火箭。如果你觉得不放心、好奇的哥哥，你可以先来一个飞机哦。我饿了，我一会儿下播吃饭去。末班车还没有宝贝要飞的，我觉得我每天无心一过，无欲无求。想怼人就怼人，真爽呀！
想问，就是起飞的感觉，就是起飞的感觉啊！我只能这么跟你解释，我直播间跟你解释不了。那你在直播间，你想口嗨就口嗨，但是我劝你一句，口嗨一晚上，空等一夜也白等，是不是？别的老板都已经起飞了，你还在直播间说？你看我们家前面送飞机、送火箭的，基本上都是不说不问直接飞的，有弟弟想跟的，有老板想跟的，可以跟一个。一个飞机而已啊，谁都有啊，就看你想不想，就看你舍不得舍得不舍得了，宝宝。怎么？我怀疑是阿哲，你是挂我直播间还是没有睡呀？那你这么神奇的吗？我饿的搓不动了，我饿了。